2011年7月3号早上8点过，新鸟回来喂食了。好像看到把排鱼吃掉了，可惜的是画面太小。如果它贴近了它照，它也不肯留在原地，这是无法克服的事。新鸟好像在观察什么，还没有进入巢内。还是没有进入巢内，我们观察暂时到此为止。